女生要先吧，飞蛾，反正你不会成功。失败，加油！飞蛾，你赶快啦，反正你也不会成功，你就随便转一转，把鞋子你随便踢就好了。右手一打，真的吗？不是不是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就顺着甩，五虎，这边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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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踢
直接劈过去，好高！亮哥，亮哥，看一下菜，我一会儿踢他，差点打着飞机了，干扰我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五、一、二、五，好，好了。哎，你们所有人，哎，加油！带上，有难同当，要坐一起坐烂车。对啊，转圈。我刚才也想要偷练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好，带上，来吧。来，哎，是不是自己人呢？后面。来，转一圈。OK，预备，开始。他手背比较粗啊，捏不到鼻子。啊！比我接近一点，很好。因为今天这条赛史上第一。人做明明说游戏规则是抓鼻子，哦，对我犯规了，哎，我犯规了，犯规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，我犯规了，犯规第二次机会了，我犯规了，对，谁呀？你们犯规了，大家抓，你听我说，再来一次，你听我说，再来一次，抓，这怎么了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快听，快点，不要朝这边扔了，弟弟，觉得可以吗？哦，转五圈喽！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，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来了！我没有碰到，我刚刚碰也收回来了，他成功就导致我们少一个座位了。我没有碰到，就是因为海曼你碰到他，他看到了。哦，那我碰到了，我。哇，厉害！
我赢了，是的。他不是你倒的吗？不，亮哥你先倒的。亮哥让。这样吧，小白，你们你跟那个安宰贤挑战一次，好不好？玩一次。好，这样我们现在加赛一轮啊，现在是友谊赛，就是来证明谁是真正的机神。 激烈点啊！激烈点！准备加油！准备加油！好，来吧！三、二、一，等一下！走走走走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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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